请你垂陆先生把他行娘字号，当然一切依你。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就在这上面签个名字吧，这样看上去正式一点。嗯，你写的是。上面的名字写 Victor 先生的太太。为什么是我的名字啊？因为是你要上那个飞机的。不，我不明白。那你呢？我要留在这里，看看他安全起飞。不，Peter，你怎么回事？ 我们昨天晚上不是说好？昨晚我们说了很多东西，你要我考虑清楚。我想来想去，只能属于一个结论：你和路易上那家飞机，你是属于他的。不，不行。你听我说，你知道，你知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后果？如果你留在这里，我们两个都会给抓起来，放在集中营，对不对，路易？ Yes, Louis 上校会坚持这样做。你这样说只是想让我走。哎，因为这我这样说都是事实，我们都知道你是属于 Victor 的。如果飞机在上面，你在地面，你会觉得后悔的。如果也许不是今天，也不是明天，但是你会后悔的。 我们呢，Lisa，我们拥有芭蕾，本来没有。你来 Casablanca 之后，我们失去了，但是昨晚我们又把它找了回来。昨晚我说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你永远不会。我有工作，我要做的事情你帮不上忙，我要去的地方你不能去。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但是我要变得高尚也不难。 在这个疯狂的世界，三个小人物就不要计较太多了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Lisa， 一路平安，好吗？好吗？ 咦，哈哈哈哈哈！对。